台湾最棒的，我敢说，台湾最棒的一个营队，多棒嘛！你当你开始很辛苦的时候，就知道要多棒。上这个营队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很重要的事情，不要恐惧，不要恐惧，你上这个营队不会恐惧。 为什么会觉得是一定要是一组一组，而不是一个一个谈？是因为其实每个人啊，你们的那个想法，或者是什么，我们在聊的过程里面，其实都是可以给彼此一个新的不同的刺激的。它是有过年年晚，是卖。如果没有黑夜，我们会懂它叫白天，所以它有个道理在。 抽签，抽一张，抽一张。三号。我真的蛮幸运的，三号一半。他跟我说，这边补习班应该讲过了，我没有要讲。但是没有补习不是很衰？对啊，所以我就不懂他们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啊。 压力好大哦，压力很大，大师。做画画面不够，好画面。
都还在拍那个人的过程里面，他的成长虽然有点青涩，可是让我们第一次看到台湾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，可以更看得清，人跟事之间的关联性，然后以前不会，可能不会注意到的细节，现在也会更加的去看到它。在现在这么速成的这个影片这么充实的年代，你们教导孩子把这个人的味道跟土地的味道留下来，我觉得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往后创作上是一个很大的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好，第二个答案给土地的味道，就它是第一个有影响社会发展的功能。第二个的话，它是会有永恒存在的价值。希望教育可以一直转，那可是我们听到更多学生的声音，会让这个教育的转动会更快。希望这14组的同学能够有非常非常好的成品出现，让我们在科学跟艺文之间的交汇处得到更好更好的激励。再跟他们好好的讨论一次，然后用录影的，那就是我的 A 弱，那 A 弱就可以慢慢带他们讲他们的故事，然后在中间穿插一些真的在做科展的过程，这样我的纪录片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就会完成。我没有混，这是计划性，这是计划，对，这是计划，我算过了。OK， 加油，拜拜，拜拜。有看了比较多的纪录片，然后就发现说它可以很漂亮，可是也可以就是有时候很残酷，但那个东西是很触动人心的，因为它就是感觉就在你生活周边，对，更贴近你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所以后来就觉得说很难，但是也很有趣，心疼他们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努力，然后他们难过，但我不敢问他们比赛完，我不敢问他们说比赛完的感想，或是可能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那些感想，因为我觉得看得出来他们很受伤，所以目前还想不到结尾。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吧，我可能这次拍完之后就没有空再拍其他的影片。就是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很开心。之后我做这个事，我可以连续3天我都在剪辑，我也没关系，我也觉得很累。面对人啊，都不会想太多。但是你在拍纪录片的时候，你就要去深入的去了解别人。那学纪录片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就是你不用特别去设计一些什么东西，你就是真实的把你看到的记录下来就好了，就会很普通的东西就会很美，不用再去设计。